阿赞胡天早期招财猫路过，全泰三大招财神器之一，猫路过可遇不可求。猫看到此圣物都会驻足观望或者吼叫，不敢靠近。师傅手画符，一般人都不知道猫路过有多招财灵验，功效可以强到极致。路过取之于父死于母胎的猫，供奉它，让它像有个家一样温暖，它会翻倍的回报于你。供奉它可以完成主人的愿望，招来正偏财、赌运、助力生意，也可以让你的爱人舍得为你花钱，更能感知灾祸，为你挡险及口舌是非，让你像猫咪一样人见人爱。任何人佩戴进行生意交易，都会顺利带来更多的钱财，且供养猫路过可令生意门庭若市，顾客求之不得的现象，也令供养者一生不为生计所发愁。欢迎订阅本频道，了解更多佛牌资讯。